以前怎么没发现妈总笑点这么低啊？那位史上最战略的对话，胡歌和刘涛因为厕纸吵起来。如果你真的憋不住了，对吧？你要在荒野里解决，其实也没问题。但是，请你把你的纸带走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怎么可能把纸带走？我排泄完了。我擦完了，我带个纸，我把那个纸全部扔在一个袋子里，然后我把它带走。对不起，胡哥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替妈做的。我就告诉你，我刘涛，我做不到。我觉得这个太容易了呀，这个事情太容易了。我一个礼拜对吧？我澡也没得洗，我上个厕所我还得各种各样，我还得把我的自己的屎带走。我觉得我没有让你把屎带走，不是，是把纸带走。空白色你们俩谁呀？刘涛用闪光的眼睛锁定了尊哥读的评论。六分钟，我再看一下啊，我用闪光的眼神看一下。让后面那个当地人讲两句，后面那个当地人讲两句。冷知识：为拿面包的名场面是妈祖亲自指导的，每人拿一块。妈丁娜，我们两个一起。妈丁娜，这是四个。这拿一个。妈丁娜，两个加加成。不是。妈丁娜。三，这是一个。在刘宇宁的东北话面前，刘涛实在忍不住。我一个男的被你拉着这个小鸡仔，我是拖出来。小鸡仔。哦，哎，这是不能割的吗？这个。直播时玩梗到本人面前，他掏起笑的前仰后合。遗照在哪儿呢？遗照呢？遗照。遗照呢？遗照在哪儿呢？哪来的遗照？哪来的遗照？时隔一年才明白刘涛的笑点。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。古巴比伦王，说咋的啦？涛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在唱歌。杨迪越解释他笑越厉害，最后直接笑晕在台上。这首歌叫《爱在西元前》，是周杰伦的一首歌。这次是笑得腰疼，不行，我腰疼。那你还当月嫂呢？你是需要个月嫂？我去你们家当不了，我笑死了。你要不你都需要个月嫂了呀？你们家我也当不了，我笑都不行。杨迪说完，宋小宝就接上，真把妈祖身子笑坏了。你全是体力活哈，我们这全给起的是脑力活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我们都给他写的脑力活，他全体力活。自己啊，你是真待不住。不行，我肾都疼了。强烈建议让涛姐常驻王牌，她真的好认真的在玩。别这样。觉得好笑，现在成功洗脑。我们是相爱的，我们安迪，你不要碰我，安迪，你不要碰我 ，please。唱的挺好听的，就是有点不好听。